这次非常感谢 Priscilla 帮我租到了一个满意的房子。去年呢，一年以前我刚来多伦多的时候，也是 Priscilla 帮我租的房子。人非常好。感觉因为这个来到海外有大概两三年时间了，碰到的这个海外华人呢，有的人非常 nice，非常好，有的人呢，确实就是把国内的一些坏的毛病带了出来。但真的像 Priscilla 这样，这个非常真诚、非常友善，而且非常讲信誉这么一个 agent 很不容易，所以碰到这个 Priscilla 这样的，我觉得是我的幸运。非常感谢 Priscilla 帮我租到了一个满意的房子，然后我想我今年还会应该会买房子，我到时候还会去找 Priscilla，大家一定要选它，非常棒，谢谢。